这袁振东一学系大一的，我总觉得好像在哪见过你。没来之前我们一直好好的，他来了之后我们出了多少事儿？这个袁振东还真是有点意思啊。妈的好啊，除了我们没有别人可以看得见。你有病吧你！你要是再敢动小心，一根手指头你信不信我废了你？你们为什么这么针对袁振东？是因为他看见了你们两个暧昧吗？ 他妈说了，那不是我送的，那会是谁啊？恐怖管了，让他去死啊！是他们逼我的。你一定要小心袁振东。是我年轻医学院的案子，是你干的。是他们先排精，没有别的办法。 我只能杀了他们。我去你的，死变态！学长，太让我失望了。学长，我会把你的头颅做成标本，好好保管的。